全天工作。今年排位不？今年玩点无限火力吧。女神之泪儿，拿个冰女儿，拿个塔姆，拿个亚索。我这马上钻石三了，我先给升个级吧，我先给他升个段。行不行？先给他升个段。没上去，靠！能再给点 money 不？我这波我想锁一下。算了，不锁了。哎，亚索拿着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亚索没拿着，没办法，这么地儿。给我扎的小样，这么嚣张，个小绿王八，嗯，小绿王八，哎呦天哪，海洋会将他们卷走，升个级吧，上个小驴人，先拿个拳套吧，一会儿。这啥呀？这天选月神也没有啊。我打的他都还不了手，你看见没有？我打的他们，真的，我打他们，他们都还不了手，连手都还不上。要不是他们运气好，我把把四级，真的。太难。我绞了个头怎么样？我这头怎么行不行？我这头，我这发型怎么样？
复兴呢。哎，打死我一个！跟美脚一样，脚头的最高境界就是跟美脚一样。拳套大棒，大棒吧，或者女神之刃也可以。那我们就女神之刃，腰带咱就不要了。先来个蓝 buff， 掏个魔抗上去。就是我这蓝 buff 啊，要是给这个阿卡丽啊，就太猛了。这小子有点猛啊，不过他也预言的不好使。因为他没啥虚区，你知道吧？这小子确实猛。猛是挺猛的。不过你选错了对手，小伙子。可惜呀，你选错了对手。如果你选点别人，可能这波你就赢了。当然你跟我玩还是差点意思。我们给他站站位呀、要不这个站位好像不行。辣美放这儿。哎呀不行，还是这样放吧。他们三个都是660的射程。哎呦我操，月神恶飞流失。主动你没有大剑，没有大棒，没有拳套的。一个打不死，决斗大师配啥？猴哥，决斗大师配第八。又给个女神之泪，我要这么多眼泪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瑞文应该是比那几个伊贝卡狠，我觉得。这不拔毛呢？这拔毛啊！往哪戳呢？这
维恩拿着。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拿维恩？我批评你们，我强烈的批评你们。为什么没告诉我锁这个位置？平时这指指点点不挺能指点的吗？这回又没劲儿了，没有劲儿。滑板鞋就不要了，滑板鞋9块钱不合适，卡经济。猴哥劳模啊，那可不劳模吗？你们国庆乐乐呵呵的，该开开心心的，高高兴兴的放假，俺们闹闹心心的。俺们闹闹心心的开播，挨喷。Nice。这波要个拳头大棒，只有这两个能用，实在不行就锁着甲吧。哎，你不要我要，那你给我办张卡吧。行，好兄弟啊，好兄弟，兄弟好。我应该要败一波了，我觉得六级他们应该会厉害点。绿门这波不一打三呐，绿门是不是被削弱了？现在的绿门呢？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绿门没被削弱吗？怎么感觉这么弱呢？削了啥价削的呢？170、250、750，我看没削呀。哎呦操，二星狐狸，六级二星狐狸，牛逼。全是这劫呀，我天哪。而且都搁哪整的天选劫呢？真是的，这把毒狗。三星削了，那削三星还是，那三星没啥问题，三星还是很
三星该狠还是狠，没啥太大的问题，其实。大棒拳套，差个拳套。我也有夜影，行不行？锤石、喷女刷新，再刷腰的喷女，刷刷刷，剑魔撇了。刷刷，行吧，给帽子，春哥还是巨杀呢？哎，这波给装备赢了。好难过啊、哦。亚索好像没啥用啊，那全是一星也不行啊，再递一波吧。二星的进差不多应该能锁了，瑞文等一会儿吧，行不行？啊，这瑞文等一会儿再上吧。给巨杀吧。哎，这瑞文好脆哦。怎么还闪避了呢？闪避确实挺离谱的。给一个天选瑞文吧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个瑞文行不行？没有人玩这把三星瑞文吃鸡儿，有毛病吗？没毛病，确实没毛病。日炎先不给，这把四费卡属实有点少。这瑞文这位置是不对地儿还是怎么回事？呀，全套的瑞文，我操了！别拿了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了！能不能不拿了？求求了！假装拿大剑，其实一波迂回，赶紧赶紧刷新，第一个二星瑞文，快快快！赶紧刷个瑞文，然后我们升八。派克，我先小拿他一手。基佬，给个瑞文行不行？
尽拿着吧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最后递这10块钱啊，漂亮，兄弟们，拿下，收。小小忍者刺儿，瑞文砍了，砍了那玩意儿啊，有就用呗。谢谢虫虫，你瑞文砍了，进步没砍吗？这咋办啊？早知道给春哥了，还得配个火炮，你给个电刀吧。这打着寒冰不掉血呀，来一枪，哎呦我操，哈哈哈，是是是，1180，给个天选进，我给他上个三星。下一波梭哈吧，该梭了。哎呦我操，两法爆，完了啊！真猛啊！前面一个，后边一个，再递一个蛇女儿。诱惑一条毒蛇，秘术腰子能用不能用？哎，秘术腰子我锁一手吧，腰子上了正好4密，黄鸡不要了。哎哇，羊道进呀，没了，那我上个青雨吧。青雨应该没啥人要，
这边都是劫，要秘术干嘛？问得好。寒冰劫，御剑仙。那即使都是劫，那不是还有那啥呢吗？那不是也还有狐狸呢吗？那你防守狐狸也行，不要白不要啊，锤石。扎堆儿。瑞文打八千多不赢吗？这不挺好的吗？给个锤锤，自己来吧，不地了，防守狐狸也行啊，那不是没有天选进吗？有天选进的话，我们就要天选进呢。那不是没有吗？你说挂个天选，这人能用啊？尤其是妖的，还能防守后排呢。这猎人也不行啊！哎，我听说瑞文好像不厉害呀，那不厉害怎么这是要吃鸡的呀，也可能第二名啊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不是不能玩了吗？不是英雄太垃圾，而是玩英雄的人不太行，明白了吧？给他这破装备，我要日炎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都有了。不给妖子好，给锤石好一点，锤石活得久。我这么地儿吧，等一等钱，我就不说哈了。你看这法双法爆狐狸打我近一下六秒，你整两个秘术吧。你等着，好像微乎其微呀、啊。四个秘术，这把第二了，我估计这哥们太顺了。他俩必死一个，剩个两滴血，第二了。这哥们太顺了，我们没有三星的瑞文干不过他。给我来的全是这开隐劫。递个剩十块吧，有老头吗？少老头。这也死了，我们第二了这把。分开站位没用，这赢不了了，这除非我有三星进，我还能顶一轮选秀拿个进，这把有戏。
我选修差一点儿。尽力而为吧，兄弟们。GG。